上两天呗，叫你削个苹果呗。不用削，不用削。啥时候往河南走呀？还没决定嘞。回家多待两天，在那儿逛下回来，逛下回来。你在那儿没啥意思。没啥意思，就在家住吧。每天去出去干活嘞。别说他们干的活儿，我也不会。那不是你刚到这儿你能会了，之前没有接触过那个是呗？反正在那待20多天，感觉稍微了解点儿，稍微了解点儿。刚开始肯定不啥也不会，都是一点点儿学的。给，我一会儿过来。是吧？那一给你贴桌，你愿意吃啥吃啥来呗。行。上午还吃啥？叫你做点儿。吃啥都行。现在要减肥，越现在越胖。不用减肥，减啥肥呀？胖了，不胖。你在这儿也胖，在这儿又出去干活了也胖了。说明你现在找了一个好归宿，是呗？说明公那是公婆家对你好，婆家也都对你好，是呗？上去称了多少斤人？我都不敢上。都是我胖。其实你录视频上显胖，其实本人一点都不胖。这个秤，等一会儿啊，咱归零了。哦，等会儿啊，归零了。看，看见呗？56，56点多。你上去称称。不用减肥。那你减。哎，这咱俩一模一样，咱俩在这一两也不多，一两也不少哎。后边那小数点都一样，就是你比我少高一丢丢，高一丢丢，高不了多少。看来咱俩比比，我的鞋底儿高，鞋底儿那个高在不多，差多少？我也看不见，差多少哎？那是咱俩看不见，咱俩。咱一会儿来照镜。哦，找镜子，找镜子，高不了多少啊，差一点儿。反正咱俩体重一模一样，小数点都一样。你说这咱俩关系好吧？这个体重也一样还。咱俩以后每天晚上去锻炼锻炼的。对了。这周星期五，快了啊！嗯，到时候叫爸爸妈妈带你去外面放假。嗯，我。哎，谢谢谢谢银奈啊。嗯，谢谢。得跑。啊，行，我一会儿吃啊。银奈都真知道饭。哎呦，你也吃吧，银奈现在这么知道饭，爸爸妈妈教的好是吧？嗯。谢谢啊，你那长大就得是个小奶奶，是不是？哇，少嘞。死饿了，一会儿吃着好吃。哎呦，都怪来几头的。你也跟林林学会了是呗？嗯。尝尝人家几个好吃呗。行，你看我在这儿去呢。看你亲。嗯。都说呀，我也不知道是吧？咱俩关系太好，你看我也亲，主要是。
因为咱俩在一块儿没有那么多事，不斤斤计较，嗯，是呗？对。这样的朋友关系才能相处久了。嗯，而且性格相好。对。闺蜜，闺蜜，你那说闺蜜。你对面那活多呗？多。嗯，俺上次在那歇就歇一两天，但是别的每天都活。嗯。不过有时候或者小浪，俺都早点回去，干不了事早点回去两天不可以，我就得到回去了。嗯，凡是基本上每天一块儿吧。你看，俺公婆、俺小亮都挺能干。嗯，我看小亮年轻的，干装修干十来年。是。嗯，之前修车。啊。修一两年车就去干装修了。嗯。我只要是一人能干。勤劳，这日子都是越过越红火。他是能干。哦。我。嗯。祝你早生贵子。啊。行了，到时候，有好消息第一时间跟你说啊，行吗？那好多人都跟评论说嘞，在那走活又脏，灰尘又大，而且经常接触那个胶。嗯。对现在腰背可能不好，对身体不好说。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接到那个粉丝家人们给评论的留言。主要是咱村里没有那么多讲究，也对这个也不了解，主要是。既然人家粉丝给咱提个意见了，咱就多问问呗，是呗？嗯。我也是，我是想去问问，咱就是有想法的，是吧？啊，对。嗯。咱有啥的，自己咱知道了，自己问问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吧？对。不用了，心里放心。啊，嗯，其实，小亮这边边是，他们干活也都做好防护的，在那防尘口罩。嗯。就是干活的时候多注意。嗯。做好防护。嗯。没事。你结婚，你刚结婚，再说没啥啥小的哈。嗯。是呗。对。5月2号结婚，这。嗯，刚回俩月嘞。嗯。那时候不是也正吃那啥嘞？嗯，也算。哦。那个得提前吃3月。是吧？嗯。